哦，现在我切到了平衡木。刚才犹豫了一会儿，估计导播是在想，我是应该切平衡木呢，是看俄罗斯的平衡木呢，还是看罗马尼亚队的自由操？但显然俄罗斯队实力要更强一些。先来看俄罗斯吧，俄罗斯科莫娃平衡木，他是他们队里难度最高的，就像他刚才高低杠一样。大晃前团，小帆，拉拉提，哎呀，掉下了木啊、哦！这个难度并不是很高，但是我们看它掉下来，好像就是顺势的不掉下来，都没有控制。因为平衡木它的木比较窄，所以运动员在做动作的时候，如果稍微偏离一点重心，就会掉下木去。他刚才阿拉伯前团那个 F 组的跳还是完成的不错。C 组的舞蹈，身前空翻，两跳。D 组的技巧。低于水平的720转体，这是个 D 组的舞蹈。嗯，这个做的还是比较完美的。嗯。要下了，小帆，团两周，好，下的也不错，下法也能加到0.1的一套。